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Dan。又到了每年最后一天的彩蛋影片时间了，而这一年跟前两年不一样，因为这位网友的意见，所以就准备了2022年那些让乙兵很惊讶的结尾合集。在那之前，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片段的来源。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妍妍，我是小丸子。影片再见，拜拜。我天天有叨叨，好比浪涛，有万种的委屈，不止一笑。我穿的确实是太主流了，嗯。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好的，今天的影片，拜拜。片再见，拜拜。再见，拜拜。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もしなにか間違ってたなら、空気すら読めない僕に tell me now。Yeah, 今聞いてること。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我的腰啊！快给我讲起无名音。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김영수
나 잘생겼어? 미쳤네. 100번 들어도 토할 것 같아. 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 자기야, 나 못생겼어? 대답해. 뭐? 나 못생겼냐고. 장난해? 자, 다시 한번, 나 못생겼어? <笑>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 嗯，对，嗯，跑不了。呀，빨리끝해봐봐。아니아니빨리한번빨리해봐봐아씨 아니자장만아파봐 好的，빨리好的，今天的。